我的水晶膏好像没有测到，没有在比我倒霉，可是推推爆推到哪里去？那水晶膏，哎，那天买你两个，我两个。拜六开，我们那天拜六很差，我生意还做400块，啊，礼拜那天还 OK， 礼拜做700多，啊，拜一拜三就差了，啊，那拜一拜三那天拜一拜三300多。非常庆幸那个时候的自己也没有放弃，其实真的无视比听见更可怕。如果我们可以有另外多份理解，多份包容的话，这个世界会更好。Thank you.